高者第一个享受。我做50万，我出100万，我出1000万，我出1000万，成交。那就祝各位玩得开心。我要弄死他，拜拜了各位。伙计们，救救我，谁来救救我？我想穿。不用管他，不过是一碗普通的中药罢了。雅雨薇，真正要付出的代价在后面呢。谁是白雨薇？是他。白雨薇，你拐卖儿童，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，没收全部财产，现将你正式逮捕。妈，妈，我错了，我求求你救救我，我不想再这样了。所以人呐，千万别做坏事，老天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。